问一下我们的，算了，我们一会儿问龚俊啊。龚俊听说一会儿要唱歌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没有唱歌，哦，没有这个环节啊。好的，刚才我们听完盘尼西林唱歌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谁唱歌呢？当然不是唱歌了，开个玩笑啊。今天你不要紧张，你以为真的要唱歌吗？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 Young Heart 嘛，对不对？那想问一下龚俊，因为今天你穿的真的是非常的时尚，那你有没有跟 Young Heart 这个主题靠一靠？啊，这个今天呢，这身就是这个秋冬啊，秋冬款，然后主要是这个穿起来很那个，很有未来感。它中间有黄色的字呢，又比较跳脱啊，就比较符合今天晚上Young Heart主题。真是难为你了，今天36度的天气，你为了靠我们的主题穿了一个秋冬款，太敬业了吧？没事没事，我正在海口拍戏，比这更热。好，谢谢龚俊啊。